好不了解女人了。对啊。金钱不代表全部，对啊，真的，体力才是硬道理。宪哥事业从以前到现在风风火火，是啊，是不是？还不是生几个小孩？小孩那么多，小孩这么多，外面不知道有没有。都劝我说，我那个女的你要注意。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偷偷对你表白了，还好她现在怀孕了。哎，这孩子是你的啊。专心在工作，可以先不谈感情吗？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先不谈感情。有没有讲过？有讲过？哎，这句话真的有讲过。你看，有有讲那句。其实我就是说，我现在想要工作嘛，就重心放在工作上。这个要看什么工作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如果这个是男生告诉女生啊？对，嗯，通常是男生对，女生就会这样讲。后发于男生，后发于渣男。好，男生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男生有责任扛在身上，女人大不了如果长得还算漂亮的话，大不了老娘啪嚓我就嫁了嘛。应该不是有责任扛肩上，应该是有别的女人扛在肩上。哦，不想跟你争，应该是女鬼吧？对啊，丹尼表姐听到这一种，你怎么？对啊，男生这样告诉你。对，我想，就算你内心当下觉得很，因为其实根本不合逻辑。你看宪哥，宪哥事业从以前到现在风风火火，是啊，是不是？还不是生几个小孩？小孩那么多，小孩这么多，外面不知道有没有？他也从来没有说，我会说我以事业为重，嗯，然后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谈感情，因为我没有讲，因为我有四个小孩。这么重啊，很直接，很直接，很直接。那我们就会退下了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他会对你这样讲，应该就是就是准备要，就是想要就断了，就不爱你嘛。对，那女生通常都会在你应该习惯吧，继续。我哪我还是有一次了。哎，人家表姐很夯呢，哎，抢手哎。OK OK， 但是你还会跟他继续吗？女生都会继续，但是千万不能继续，你就当下就认同他说好，没关系，你专心去忙。如果你再继续跟他这样混下去，因为通常讲这种话的时候都已经撞破花瓶了啦，啊对，然后把木都弄破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差不多这样。那女生都会继续投入，所以你一定只能说好，你专心去忙。那你从此以后，他的讯息，我跟你讲，你连家族群组或者什么兰蔻，你加什么购物的那种官方 LINE， 全部地球人都回完之后才能回他。哦，对，然后出去也就是地球上所有人都出去光了，真的。就不要理他就对了，但是还是可以出去，就两三次，欲擒故纵。那这个等很明显的拒绝了。可是也不一定，但你如果说，如果说今天我是真的想要给你好的生活，然后好的生活品质，要那先赚钱，当然当然，那我就说，丹尼，我们先缓一下。然后先让我不冲突啊，我也觉得不冲突。你要先结婚，你太不了解女人了。对啊，金钱不代表全部，对，真的，体力才是硬道理。大师家贫如草，很在乎自己别人的感觉，你不能只是考虑你自己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跟邮差一样，门口一丢就走了。对呀，不能这样嘛。没有了，我们是挂号信，不会只丢门口，我们等主人出来了，先开个账再走。哎呦，双挂号，来来。可是 Abby， 哎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去直男那一边啊？怎么说？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完全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怎么？你也这样认为？你也觉得？我觉得很 OK 啊。他先讲好了，他说。说好了他的状态嘛，你 OK 就跟他继续，你不行就不要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所以他的不谈感情，意思说他没有要搬，他意思就是说你就是炮友，哎，这样你 OK？ 那就是看我愿不愿意啊，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，可他只想跟你。他们就想，那就把时间那就单纯，那反而单纯，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要看女生能不能接受，真的是，其实也不能说什么，不是马哥，马哥，我，而且我要讲一件事情，我不相信马哥交往过20人，黄宇，我帮你证明，我帮你证明，你为什么要讲这么伤人的话？没有没有，20人，他现在活够了吗？你之所以现在才会结婚，那是也是因为你给他造的业。20人怎么了？好，我帮你越谎报了。好，没有没有，我帮你证明，我帮你证明。你夸花博吗？公道话，我一句，好不好？公道话一句。公道话。马哥不是吹牛，他以前干过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干过女人。把天的，把天的，把天的。
有交往，两个人在一起有打破花瓶这个关系，大概就是两三任，是，然后其中十七八任都是捡尸。哎，你这样讲越惨越讲越惨。他这个人很重感情，没有比较捡过的就剩一个。为什么那个女生明明很可爱？那女生都很讨厌他，那女生明明很可爱啊，为什么你们那么讨厌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是不是嫉妒他啊？真的不是嫉妒，我觉得男生在这方面真是智障。我干嘛？对对对，男生看不懂绿茶婊，男生真的看不懂绿茶婊。他明明很可爱又无害。而且你跟他讲那个故事，像我，因为之前我们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我们收到一封来信，然后那封来信，然后念给你们听哦。那个女生问说：“主持人们好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的男生朋友明明相处。”我都是一般这样子，突然有一天他们都会想要亲过来或摸我的手，我觉得好惶恐，该怎么办？打下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们先跟你听懂这个问题吗？知道啊，超级没水准。他条件好啊，男生都想要一亲芳泽嘛，这个也是有可能。但女生问说，为什么他们都过来亲我？他说好惶恐。他说好惶恐，他是写信，他是写信，可是你已经读到他的语气，我读到他的语气了，好惶恐，他们都突然惊慌，我说这边哎，我活在他有说好惶恐，那七小瓜，但是你们这时候你们要说那些男生是很不 OK， 男生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去怪那些男生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要怪男生，说如果他说我今天在走在路上，常常会有男生来性骚扰我，那个才要怪男生吧？他是有相处的朋友，哎，对，那个立足点是不一样。但是因为我发现那个所有。直男们就是，他们一片安静，表示他们听不懂，他们听不懂。因为女生会做这种，女生有时候会对于有敌意的异性伴侣，会有就是他比你漂亮，你就觉得可爱。他来信，我根本不知道他长怎样啊，他是一封信。对，那是信。我说，如果说现场我们一起去唱歌，然后他明明他这个女孩子还不错，可是。女伴就很讨厌他，就是会吃醋，会吃味。行情好的永远行情好，对，行情不好永远作弊花，哎，这个字不在话下，对不对？所以还好啊，对啊，这句为什么那种明年个女生？但是因为这真的是男生的通病，就是我那有些绿茶婊写在脸上，根本就别名牌了，可男生看不出来。对，真的很多绿茶，很多那种女生是胸部超大，然后都摆在外面，然后她就会说：“哦，我是一个大男人，我个性很 man， 我跟男生都是兄弟，都是兄弟，然后胸部都这样超大。”我们很喜欢这种兄弟，我们喜欢。你是不是在恭喜 Albie？ 你是不是在恭喜 Albie 吧？哎，可是我觉得我不觉得男生有这么笨哎，因为其实演艺圈里面也是有一些，就是有一些人，有些女孩子，谁？我先说，我没有讨厌他们，可是不约而同都有几个男生跟我说要小心那个女生。我好想知道，男生有这么聪明？就我觉得男生没有这么笨，可是其实我觉得女生不用讨厌绿茶婊啊，为什么要讨厌那个人喝醉酒就在男生身上就是黏来黏去？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笑吗？你看他表演，你看他表演啊，好笑是好笑，在这整个画面，就男生也很乐，然后女生也很爽，就是我们是宇宙视角的时候，都是女生。对啊，如果您是条件还不错，男生啊。旁边一堆女的来讲这讲这个话的人，摆明了他就在爱你哦。这个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有没有道理，有没有道理？哦，这个是有道理。对，像洛丽塔以前都劝我说，我那个女的你要注意。抓到了，偷偷对你表白了。还好她现在怀孕了。哎，这孩子是你的啊。已经请詹老师问他，请詹老师说这个孩子姓吴要取什么名字 ？DNA reporter， 像话吗？真是哦，来，有补充吗？丹尼表姐，没有。刚刚那一题是因为我们那一集综合，我们就中计了。我跟小赖，我们就很认真嘛，想说，如果朋友男生朋友都这样的话，哎，那是不是有可能你讲话的时候有一点，譬如说，信哥，帮我拿一下那只麦克风，你懂吗？那你是不是讲话这样，男生还会误会那种？哎，好不适合这种，我们不是这种，这个就没办法，完全不会中招，不会。对，我说奇怪，为什么我从头到尾都我从来没有男生朋友突然亲过我？这个太明显，我都没有这个困扰。因为你真的是哥们啊，我不想。承认我是哥们，就我常讲的嘛。男生看女生，有时候哎，他一眼是可以对眼的，啊，有一种是一眼就决定跟他一辈子的朋友，甚至是一辈子的兄弟，家人就好，不用到兄弟，家人就好了。